好，咁我哋又翻翻嚟咧，Day 31啊，呢个嘅乌克兰五间战报啊，欢迎咁多位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多次啊，今日咧我哋咧有 V 姐喺度，V 姐你好啊，Hello，大家好啊！同埋咧仲有 Gary 兄啊，Gary 你好，嗨，大家好。系啊，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咧就即系见到呢个见证第31日啊。咁啊，我有时都唔知觉得开心定唔开心好，即系咧唔开心嘅地方咧就在于咧你见到咁多嘅人民都系受苦受难啊，但系开心嘅就系你真系估唔到乌克兰可以挨到呢31日嘅，咁啊真系咧大家一致看淡嘅情况之下咧，佢可以咧奋勇抗战啊，咁啊而家咧仲开始吹响到呢个反击嘅号角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听起上嚟咧，有时都即系香港人我都系好戥乌克兰咧系高兴嘅，即系咧嗰种斗争咧。即係啊，我哋都唔覺意試過下啦，咁樣咁啊。當然烏克蘭咧，佢面對嗰位咧都係好犀利嘅，即係都係 O K 邪惡嘅呢個嘅普京啊嘛。咁啊，亦都啊，經常性用啲好鬼戰格嘅武器，即係我哋講例如集束彈啊，我哋講温壓彈，即係我哋成個真空彈啦。真空彈係可以令到大家屍骨全無噶，非常之恐怖，同埋死前係極度痛苦啊，即係你爆肺、爆腎、爆肝、爆乜嘢都齊嘅，係非常之咁嘅，即係嗰啲叫做冇天裝嘅武器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需要大家关注咧乌克兰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好多人民受苦啦，咁啊，同埋好多军民咧，其实咧而家咧，就算去到咁咧，都仲唔放弃。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要继续支持佢啊，去到 Day 31。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同埋咧就见到咧封面咧呢一张咧，其实咧系 Mariupol 嘅一张相嚟噶。咁啊，呢张相咧，其实就讲俾大家听咧，而家咧马里乌波尔或者我哋讲马里波咧，系有几惨啊！嗱，你大家见到呢一张相咧，系日头影嘅相嚟嘅。咁但系你冇发觉嗰种感觉，好似咧去咗一个火山地区咁啊，V 姐。其實遠睇就以為去咗一個風景區嘅，即係啲大自然相啦。點知原來一睇，原來係呢個亞速營發布嘅馬里烏波爾最新嘅相，即係下面係完全灰灰黑黑一片咧，變咗成個廢墟咁樣樣，已經係。系啊，即系咧，你依一发噶啦，马里波咧已经系一个真系废墟，因为佢有90%嘅以上嘅地方咧，其实已经被炸到咧，系渣都冇噶啦。咁所以咧，上面咧可以咁讲，而家咧你都见唔到咧有啲乜嘢，即系值得咧去搜寻到个目标噶啦。依家咧全部都系啲瓦砾，同埋咧主要咧就亚速营咧喺附近咧活动啊。咁啊，大家亦都睇到咧，而家咧红色嘅地方咧系俄罗斯军队咧占领嘅地区啦。咁啊，亦都见到啊黄色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声称咧佢哋亦都咧占据咗个地方。咁就 V 姐应该咧个新闻上咧系咪有讲到就系车臣嘅部队，尤其是咧佢哋咧嗰位嘅指挥咧。卡德羅夫啊，咁啊，佢之前有報道，佢係本人咧個即係本尊咧，係有嚟過咧呢個基輔嘅噃，咁啊，佢亦都有報道過，就係佢哋嘅部隊已經進入咗咧市政廳。嗰陣係之前係報道過佢哋係嚟過嘅，但係嗰位係咪講嗰位車神嗰位領導人啊？車臣嗰位領導人卡德佢羅唔夫。係又俾人發現咗佢係車神啊嘛？因為話烏克蘭啲網絡嘅人員就搜尋翻究竟佢即係 send 啲信 message 号出源嚟嘅地咯，係啦，系。原來佢仲喺車神啊嘛，都冇嚟到，咁所以我諗車神嘅軍隊可能就喺 Mariupol 嘅，但係佢本人就應該比較驚，就唔敢去前線作戰啩。因为其实咧，你都有前车可鉴啦。你谂下几多俄罗斯嘅将军系咪？近期都又传出一位咧，即系被击毙啊。咁咧就你见，真系你嚟得咧，就好有机会会俾乌克兰嘅特种部队咧盯上之后咧就。击杀，真系，即系连将军都击杀，咁即系你呢啲咁嘅二打六嘅车臣部队，即系随时俾佢咧，即系嚟个 headshot 爆头都唔出奇。好似尋日又傳出咗有一位係叫中將喎，俄羅斯第49軍團嘅中將，咁佢就都係喺馬里烏波爾嗰度作戰嘅喎，咁所以估計係咪都馬里烏波爾呢邊嘅戰況可能都幾激烈？系啊，即系呢边如果咧经常性都瞄准住咧，佢哋啲将军咧，其实个情报咧都好犀利，V 姐。即系个情报咧，佢可以系一路都 locate 到你呢个人，然之后咧就揾机会咧就即系射杀你咧。咁所以咧就第一个特种部队，当然系非常之好嘅训练啦。咁同埋咧讲起特种部队咧，我哋又见到啲新闻讲咧，其实原来乌克兰即系得益于咧呢个嘅绿扁帽，即系我哋个 Green Berets 啊，就佢哋之前咧训练咗乌克兰嘅部队咧，都训练咗好耐，咁咧亦都教识咗佢哋好多唔同，即系特种作战部队啊，或者咧佢哋喺地面咧嘅时候咧个战术应该点样做啊？咁所以咧，我相信今次咧美军虽然冇直接参与呢场战事啦，咁但系似乎美军咧真系咧间接地帮咗乌克兰好多嘢。
即系你可能教识佢啲战术，教识佢点样做追击，教识点样做情报等等去分析咁好多嘢。所以个战场上面，大家见到咧，乌克兰军队咧人数上就唔会占优，但系好似个战术上咧系占据咗个几好嘅地方。喂，Gary 兄，你点睇啊？你觉得今次其咧，实其实美军系咪真系间接地咧都即系贡献咗好多落去咧乌克兰呢场战事里面？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如果你睇翻2014年咧，咁响顿巴斯地区咧，咁当俄军咧进，即系当初佢哋其实系用好多当地嘅民兵啦、民兵组织啊、亲俄分子啊咁样去进行呢个战争。咁但系佢哋后尾都直接出咗俄军入去，咁其实当时咧佢哋都用咗无人机，就即系其实个玩法有啲似系乌克兰而家对俄军做嘅都好接近嘅，就系、是、先出无人机，跟住就炮轰，即系当年系做到呢个效果，咁而家我觉得乌克兰就更加发扬光大咯，咁我。同埋佢哋使用无人机嘅能力啦，或者系民用无人机嘅能力咧，都我觉得系一个 innovation。同时间佢哋嗰个攻守嗰个方式系好迅速啊！即系以前响2014年嘅时候啦，咁响机场挨打，咁俾人围攻啦，俾俄军围攻。咁当年佢哋都系呢个情报嘅，即系乌军有个情报上嘅 disparity 啦，咁即系有啲嗰個叫咩？即係劣勢咯，嚇！咁我覺得Greenberry 佢哋俾到佢哋嗰個訓練係一個好有組織同埋一個可以化整為零嘅戰術咯。即係所以有時出面啲你哋響或者我哋大家響官方嘅新聞度咧，其實我覺得有啲就住嘅。即係你好少會睇到話，咦？而家烏軍喺邊度集中喺邊度喺邊度集結？其實我哋冇人知嘅。你就算乎睇好多分析嘅地图咧，你会见到咦？点解唔讲乌军喺边嘅？咁啊，导致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即系有啲阴谋论者就喺度讲，喂，点解乌军即系拆开少少个话题，点解俄军唔攻入去基辅啊？点解响出面排队排咁耐？就系因为佢哋搵唔到乌军喺边度打，所以唔入去。即系嗰啲逻辑系好笑嘅。咁我觉得某程度上亦都系乌军嗰、那个作战嗰个模式咧，我谂好值得我哋事后去睇下有冇揾到一啲资料去分析，因为我觉得佢哋好似就唔系好集中喺某一啲点去做一个好传统嘅防御性嘅措施咯，哈哈。系啊，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觉得咧，喺2014年咧，大家仲记得咧，叫做 Little Green Man 啊嘛，我哋讲，即系呢一啲我哋叫小绿人啊，咁啊开始咧喺克里米亚嗰度咧，就即系有个武装咧，咁啊开始咧就攻击咧，咁啊喺克里米亚嘅乌克兰嘅军队嘛，咁啊当年咧就佢哋嘅装备啊，我哋睇啦，包括咧佢哋使用俄罗斯军队嘅武器，俄罗斯嘅呢个装备。講嘢咧，亦都係有俄羅斯嘅口音嘅，即係你唔似咧，就即係你話你係即係當地起義，你都應該有烏克蘭嘅口音啊，係咪先？咁啊，亦都用咧俄羅斯嘅 truck 啦，俄羅斯嘅車牌都俾你見到嘅啫，出像唔像？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咧，你話佢哋係咪甚至係民兵等等咧？咁啊，我哋都唔係太相信啦。大家即係我哋叫做呢啲叫 little green man 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叫做啊當地嘅民兵啦，但係其實俄羅斯嘅滲透咧就係好大嘅作用啦。咁所以我亦都相信咧，由2014年开始咧，即系我哋讲咧呢个嘅 Green Berets 啊，即系咧我哋成日叫绿扁帽啦。咁啊，当中咧佢哋开始咧发挥到咧佢哋个作用啊，即系咧就入到去咧训练翻咧乌克兰嘅军队啦。咁啊，入面当中咧，其实我谂好多嘢咧，即系佢哋要做啊，即系咧点样去做呢个 training 啊，做呢个培训啊，俾佢哋啦咁样。咁尤其是喺边度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就 V 姐应该都记得噶啦，就系咧嗰个雅沃利夫啊，即系之前咧第一次。我哋讲俄罗斯咧炸嗰个基地啊，即系我哋话入面摆咗嗰个军即系援，西边嗰个。系啊，即系喺利沃夫隔篱嗰个叫做雅沃利夫嗰个战斗个训练中心啊。咁啊，嗰度咧未俾人炸嘅吓，咁啊嗰次咧就喺好似上，哇，好耐咯，可能差唔多成好两个礼，上个上个再星期上度系咯，好一耐两啦。个星期前咯，两个星期前到啦。系啊，系啊，即系上个再上个礼拜咧被袭击啦。咁嗰个地方原来就系一个战斗训练中心嚟嘅。其实就喺嗰度 train 佢哋嘅，系啊，即系咧，你见到我谂 Green 系其 Berets 中喺一嗰度个 train，啦，可能成个乌克兰都有唔少呢一啲 training camp。
係啊，即係咧，你見到佢哋喺歐洲嘅特種作戰司令部咧，其實就呢班 Green Berets 咧，同埋其他啲軍事顧問啦，就喺呢度咧不停咁去 train 佢哋，即係做好多唔同嘅訓練，即係包括咩咧？佢哋嗰個嘅特戰嘅能力啦，即係咧突襲啊，點樣去做伏擊啊？我哋講咁啊，尤其是咧，佢哋都估到噶啦，到時要打啲不對稱嘅戰爭，包括咧就要對付咧俄羅斯嘅坦克，所以咧大家有冇發覺咧，即係你突然間有 M law，突然間有標槍咧，我估咧其實都唔係突然間嘅，好可能係佢哋咧都已經咧少少俾佢哋認識到咧一啲西方北約制式嘅武器咧，咁啊即係去到呢個時候咧，佢哋就大量俾佢哋使用咧，就可以一傳十十傳百，咁好快脆咧就去做啦，咁啊同埋佢哋都似乎係打佢哋嘅坦克之餘咧，亦都打俄羅斯個指揮喎，咁我哋上次先見到 V 姐，佢哋係直頭拋棄咗佢哋嗰啲電戰車啊、指揮車啊，咁可能真係個拋棄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已經被烏克蘭包圍伏擊，我都唔出奇。咁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嘅呢一場仗，就真係睇到原來真係現代化咗嘅軍隊，真係有好好嘅指揮系統啊，command and control 咧，就可以透過一啲即係譬如單兵嘅武器 Nlaw 啊、Javelin 啊嗰啲都可以用嚟對付到俄羅斯嘅大軍同重武器咯。即係如果你個軍隊嘅最上嗰一層 command and control 係冇現代化到咧，就算你下面有好多重武器咧，亦都係無用武之地嘅喎。係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我哋發覺北約嘅國家啦，即係尤其是美國啦，我相信佢哋最大功勞咧，就第一就梗係提供武器啦，大家知啦。第二個就係提供情報啦。咁啊，情報咧你都要個本身，頭先 V 姐講啦，個 command and control 咧本身係接收到呢個情報，融入到落呢個情報，同埋可以快速執行到咧點樣做情報同埋偵察嘅工作啦。咁啊，然之後再將佢下達到俾游擊隊做進攻咧，咁啊再擬定一啲嘅計劃咧，就俾啲小型部隊啊，咁啊即刻咧向前行。即係咧呢個由上而下同由下而上咧呢一種嘅 command control 咧，我哋知道咧北約嘅國家咧就最快嘅。咁啊，俄羅斯啊，或者中國啲國家咧，就會比較慢少少。嗱，中國好難講，中國可能都開始傾向係美國同北約嘅制式咧嗰邊進步緊。但我哋知俄羅斯唔係嘅，依然有俄羅斯佢哋自己嘅體系啦。咁包括咧由上而下個情況咁樣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咧，如果俄羅斯而家咧，即係佢唔如果成場仗唔係諗住咧打散烏克蘭嘅軍隊，而係純粹佔領領土咧，咁我諗佢哋今次呢個戰略目標應該係錯晒嘅。